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大家好，我是徐明哲，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台股做一个量缩震荡的整理，当然全市场屏息以待。那么联准会即将做出什么样的决策，让市场忧喜参半？哦，当然对于升息的预期有好几套的剧本。那这几套的剧本，其实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结论，就是当美国确认升息的过程里面，那么你不太需要担心说基本面的问题，而是要去考虑，当台股在量缩震荡的时候，那么多头结束没？如果你在上个礼拜五看到台股下杀，你会认为多头结束了，对不对？但是昨天一个跳空往上又站回月线，你又认为多头回来了，所以这个一来一回之间啊，几个交易日里面，如果你把握好买点，你知道台股它要进行震荡整理，接下来美股不管是利多或利空，对我来讲，只要多头格局没有破坏，你就安心的做多。就好像之前英国脱欧，全市场都认为应该要崩盘了，对不对？但是马照跑，舞照跳，他退他的欧，基本上不关我们的事，股票还是继续涨。哦，所以我今天看到所有人都在推演联准会的升息版本，那我反而要让你把眼光给拉回来。现在台股的预估成交量不到700亿，当然不到700亿，你会认为说哇，昨天一个跳空上来很漂亮，对不对？这个跳空缺口上来很漂亮，又站回了月线。那我在开始整理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一件事情，1358、1321，它最好整理21天。所以我在上个礼拜五就直接告诉你结论，强势的股票会领先大盘，在礼拜三之前就创波段新高。当然这两天所有人都在谈 5G 概念股，对不对？包含昨天，甚至是现在2314的台阳还是在强势的往上做表态。如果你用日 K 线的角度来看这一波大盘啊，我把游标停在9869点，就是这一天2月16号见短线高点。那么2314的台阳不仅领先大盘创新高，而且涨停板再创新高。所以我说中小型股才是你这一阵子台股整理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去看的重点，而不是去担心指数的涨跌。那个对于操作股票的人来讲，其实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你今天看到我在讲台股要做震荡整理的时候，从这边开始出发，对不对？9869点整理到第11天，我说中小型股会领先转强，不是吗？结果整理到第14天、第16天杀下来西坡，5G 概念股生技正式转强，不是吗？从这边跑到这边，你会认为台股多头结束了，但是我反而告诉你，中小型股开始起涨，一直到昨天，我们的网通股、5G 概念股还在创新高，而且亮灯涨停板。所以如果你问我啊，现在的格局怎么看，只要这个缺口3天不补，大概就是确认这个中段整理有机会提早做结束。但是如果台股又把缺口给补了，那就继续整理嘛。那继续整理，整理的越久你就会越开心，因为中小型股的涨势就涨不停。所以我这一波在看整个行情，其实走到了今天，你说指数跟量能好像有一点休息的状况，可是如果你看个别股，你会发现哇，涨势相当的惊人，不是吗？所以我们这一波强调
高价族群里面会去隐含下一波准备起涨的族群。那我今天特别留意到一档股票，我这档股票是汽车族群里面的安全气囊个股2228的建领。那这档股票之前在跌的时候我也讲过，但是现在已经开始确认转强了。你看247块钱跌到153，当然他的大客户高铁出了很大的 trouble， 造成他的股价往下掉。可是你用技术形态上面来看，刚好利空淬炼出低点，现在又开始转强往上。所以我说这一波的汽车族群在高价股里面，当然大家对觉得最失望的是这档股票了，3552的同志。那么之前缴出营收的成绩单，直接跳空跌停破底，对不对？那这一波的反弹失败，利空来淬炼，就中段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不会叫你去抢同志，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连利空最多的指标股都已经利空出大量开始打底，那么你反而要去留意开始转强的股票。所以这一波2228的建领，我今天看到它这个技术形态相当的漂亮，如果你有这档股票的，那么你要去特别留意它后面的发展。毕竟从去年10月一直打底打到了今天，已经3月中了，时间也够久了，所以多头的格局只要持续，照我的角度来看，你只要好好的利用每一波个股起涨之前的布局点跟拉回的买点，你都可以创造不小的获利。就好像这一波你在看我讲高价股，我那个时候在讲高价族群，2月3号啊，新春开红盘之后，告诉你多方号角响起，结果你看到一档一档的高价股比价而上，不是吗？所以如果你问我高价股该怎么看，我说接下来最重要的族群电子除外，那么第二大族群里面当然就是汽车类股。所以我昨天特别提到像1536的和大，这一波的技术形态也是差不多，整理了这么久，一样10月中整理到现在3月中了，已经站上了攻击发起线，这一条短线的下降反压已经过了，所以我说每一波我们在布局的过程，我都希望各位投资朋友去注意到，虽然它现在没有大涨，可是一旦它大涨了，你手上有的就像我们的 5G 概念股一样嘛，当你起涨之前布局好，后面涨停板就是你在数钞票，对不对？所以我在2月7号告诉过你，和大止稳，第二转强点浮现，一直到昨天，这个技术形态已经修正完毕了。毕竟这一阵子汽车类股还在等待成绩单的出炉嘛，不是吗？但是你看到同志的利空，却没有把和大给打下去，那就表示说开始分道扬镳。有底部形态的股票，后面出去这一段会很干净，所以就好像我们之前在找所有的股票第一转强点一样，当我们确认了台股压量缩震荡整理了，那你看到这一阵子中小型股里面，当然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我们在找生技族群，生技族群的中小型股包含了大学光嘛，对不对？那么3218的大学光昨天震荡拉回，那我在盘中的节目我有提，我说震荡拉回破30块，很多人觉得啊，这股票没菜，涨这么多怎么没有继续攻上去啊，溜了2根避雷针，对不对？但是你要去特别注意哦，短线上面你来看好像很弱，但是如果你用周线的角度来看，这一根大量啊，上个礼拜有26000张的成交量，45块钱跌到18块，整理了这么久，开始第一根做突破，这是一个巨量的换手，所以如果你问我该怎么看这种标股，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其实很容易抓到它的第二买点，所以不可否认大概全市场是我第一个告诉你大学光的嘛，
对不对？我是在24块钱提醒你，当底部形态完成的时候确认转强，请你不要怀疑，先买再说，好，先买再说。当时我们布局是24块钱，后面亮灯涨停板，再亮灯涨停板，隔一天冲高30块钱我出，对不对？这是我们当时的 call 讯，赚25%。那我说过，我卖30块钱不是告诉你行情结束，是短线上面它太热了，哦，它太热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这种强势的股票，我们用最短线的来，5日线跟10日线啊，5日线跟10日线，如果这样子的股票还沿着多方趋势在走，你反而要留意它的第二转强点，哦，它的第二转强点。所以如果你看到我们操作操作大学光，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发现一个逻辑，我们敢买我们也敢卖，当你获利落袋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去布局下一档股票。当然现在台股的成交量最好一直保持在800亿之下，那中小型股表现的空间就会非常非常的大。至于是什么样的标的，休息之后我再告诉你。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健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斟酌每一个环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因为珍惜托付，所以全力以赴。韵达投顾02-2781-0909，02-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02-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今麦中岛无人检啦，我用我的大黄蜂带你来动，变形金刚。只要邻居开车出代志，保险公司会伫个赔偿受害人了后，各项肇事责脱你赔金，而且无保会阁加罚一条。哦，阁大黄蜂嘞，拢搞我坐消防顶去啦！邻居开车上危险，害人害己无保险。来，回到现场，请跟上这一波的操作节奏。当然，最近我听到最多的担心呐，当然就是之前台股在修正的过程完成西坡。那么当天很多人在节目过后打电话进来，就很担心说：“徐老师，我股票哈啊，到底要不要做一个认赔卖出了？”那我也告诉他们，如果这是一个西坡的修正，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个股上面的急杀。那当然今天是礼拜三，我一句话就帮了很多人，说至少你没有在上个礼拜五10点之前乱砍股票嘛，对不对？那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要拿什么股票来赚涨停板，这才是最重要的。该淘汰的股票你就淘汰，因为今天已经礼拜三了嘛，强势的股票早就出列啦，不是吗？但是你在上个礼拜你就要布局，
可是等它涨停板才说哇 ，5G 概念股很好，哇，大学光很好。其实不是，每次我们都讲，你第一转强点有把握到的，后面你要找第二转强点、第三转强点，一直做到股票涨不动为止。所以，生技类股有没有涨完？我认为还没涨完呢、啊。以格局上面来看，这一波我们讲过三角收敛 ABC 周背离，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空方结束讯号，多头启动。上个礼拜五是第八周，生技指数日 K 线从突破到回撤，到创高，又回撤。那我提醒过大家，主流类股会领先大盘创新高。如果你用生技指数来看，这一波生技指数今天刚好第二次测月线，突破之后强势做整理。那么以技术形态上面来看，随时在这个均线纠结的地方，就会带量表态。哦，这是我的看法。那看一下盘面上面的生技类股，你看，我前一阵子提过的华广嘛，你有没有发现？你没有在注意它，对不对？慢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哎，从四十几块钱涨到68块钱呢。大学光，不是吗？南光，所以。当多头在启动之前，强势的股票就会先表态。那么如果你用中小型股的角度来看，当然这一波最先发动的股票是我的大学光嘛，不是吗？那4174的浩鼎，指标中的指标，短线上面还在这根红 K 棒强势整理，这边洗完盘之后一旦转强，这个点你就看不到了。我的看法没有变，重点是什么时候发酵？就像我在操作的过程里面，我告诉你，高价股、高价生技，短线上面可能休息，但是中小型股就接棒上来，这才叫一个多头的健康轮动，不是吗？所以当生技股测月线的时候，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回到颈线量缩测月线，这叫买点，它不会是一个卖点。中小型股里面，大学光24块钱。当你确认一个族群转强，你可以借由价差的操作，从这边到这边，短短几个交易日，先赚25%。那你赚完之后呢，再去找第二买点。所以我可以预告大家，我3218的大学光。已经进入第二买点区，好，第二买点区。看日 K 线你会怕，看周线你一点都不怕。这边的量比这边的量大，那你学过技术分析的告诉我，量先价行，目标在哪里？那个目标过，周线的底型更完整，再过，这就是多头。所以不要怕震荡，但是极短线上面我强调过，大学光当时落袋之后，我紧接着告诉你，5G 概念股嘛，万亿元的商机启动。现在每个人都在讲台阳了，对不对？可是，在上个礼拜，以为谁会注意到台阳，并没有啊。我当时讲说突破 5G 概念股。礼拜五出手买30块钱，当天亮灯涨停板，对不对？涨停板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后面它再创新高，从这边到这边短短几天而已，涨了15%。所以电子不是不能买啊，你去买低档刚刚起涨的5G 概念股，都是一个好选项，不是吗？但是你要提早布局。所以2314的台阳，你看这么强悍，减资完毕之后有优势。你看这个周线，
仅限刚刚带量做突破。大学光不是在这个位置吗？第一根长红出来了嘛，你不信，后面攻给你看，你就信了。所以一个族群在多头轮动的时候，请你把握买点，不要认为说自己赚不到行情。没有，当时来找我的，上个礼拜来找我的，心惊胆跳的新进来的投资朋友，当你上个礼拜五在考虑要不要乱卖股票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来布局台阳了，不是吗？所以上个礼拜五最关键，一天、两天、三天，你立刻知道现在它还是多头。那为什么你会怕？我想一想，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就是你没有在震荡的行情里面去抓到主流，去赚到涨停板，所以你会怕。现在你问我的会员怕不怕？徐老师，我一点都不怕。有钱就是胆嘛，对不对？当你赚到钱了，当你有去享受到说原来多头可以让一档股票这样喷出的时候，你看这边25%，这边15%，40%嘞。再加上另外一档，哇，更多50%。5G 概念股，上个礼拜是同时讲吗？我只挑了两档，一档叫台阳，另外一档就是这一档。形态打那么久，你不用跟人家打底，你买转强点就好，跟大学光一模一样啊。底留给别人打，我们是机动部队，说切入就切入，说买点就买点，说买好就买好。一通电话把部位买足，当别人在打底，辛辛苦苦打了半年，打了一年，我们这样讲好像蛮投机的哈，啊，我们就是来赚价差的嘛。可是问题是，你要那个功力才能够赚到这个价差，不是吗？难道你随便猜就可以猜到一档股票起涨吗？所以大学光之后，紧接着是台阳，台阳之后紧接着是什么？就是这一档嘛，昨天亮灯涨停板，早上在震荡的。那我买的时候是38.7元，5G 概念股之二突破嘛，礼拜一。所以我说，礼拜三之前，强势的股票、强势的族群会领先大盘创新高。前提是你要相信现在是多头啊。最近很多放空的人在恐吓你，那我就验证给你看嘛，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事实证明嘛，现在是多头，对不对？所以你买在38.7元，立刻赚到一根涨停板。大学光25%，台阳15%，这根涨停板再加进去，你有没有信心？徐老师，如果我是你的会员，我一定很有信心，那就对了嘛。操作股票，你要的是这一种嘛，对不对？中小型股，要的就是这一种，不是吗？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一波我们在看类股轮动的过程里面，当然，我知道最近很多的电子股会呈现高档震荡整理。那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现在电子指数还在高档震荡整理哦，来，还在高档震荡整理。那么在整理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当然整理啊就是跷跷板，有的股票会底部转强往上喷出，那有些股票就会高档震荡开始有获利了结的卖压。所以现在已经礼拜三了，已经确认了主流在哪里。那请你好好的集中火力，5G 概念股跟生技这两个族群，你好好做就好。5G 概念股、生技该怎么转换，请你在明天之前，因为礼拜三就是分水岭了，强势的股票早就找出来了，我让你赚到涨停板了，接下来是你的问题了。你手上的股票高档开始震荡转弱的，
该如何利用这极短的两天的反弹做转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好像上个礼拜你听我的话，至少你没有把股票砍在波段低点。同样的道理，上个礼拜你听徐老师分析，你有去布局5G 概念股的，这个礼拜你笑呵呵，不是吗？所以我刚讲那一段话，礼拜四之前赶快调整持股，接下来的行情会完全不一样。好好的把握这一波的主流，做波段的操作。我们这个三日快闪活动提供给所有新进的会员跟旧会员，经报价限额限量，额满为止。有需要服务的地方，请马上跟我线上助理做联络。我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周伦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斟酌每一个环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因为珍惜托付，所以全力以赴。韵达投顾02-2781-0909，02-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02-2781-0909。听说每月22号那周都有很重要的事情哎，我只知道初一、十五要吃素，22号是要干嘛啦？